你哪来的？山丹马场来的。你来干啥呀？被家里人撵出来的。为啥被撵出来了？可能喝酒了。大叔，你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？我想少喝点酒。那我干脆给你找个酒鬼行不行？好了，老妹。老许，老许，老许。老师，你要老婆不要？你要老婆，只要你开瓶酒，我等会就给你送来。要老婆，那你还不赶紧送来？好，君子一言。哎，怎么还不进来？进来呀、啊，进来呀、啊。啊，牛美丽，哎，老婆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要老婆不要啊？你要老婆呢，这会只要开瓶酒，我这会就已经送过来了呀，到底要不要啊？要不起。